全下球高位机，定制之后啊，出现小眼晃眼不涨啊，一般呢啊都是定制水出现问题啊，也是说呢定制之后没有浇透啊，你只要没有浇透啊，也是说根系和土壤没有完全密实啊，同时呢没有降盐分，这个时候呢它就不发根啊，只要不发根啊，它植株比较弱小啊，水分供应不足，就出现小叶黄叶啊，这个时候呢容易夏天容易上病毒啊，容易出现塞壳病啊，所以说呢哈，我们定制之后啊，不管高温阴天，不管什么天气啊，一定浇大水浇透水，浇的哈一定往穿泥浆。泥浆你把根抱起来，就可以了啊。如果说呢哈，你没成泥浆啊，土壤颗粒很大，一定要用土把它盖在根上啊。